2020年的某一天，我们决定出去玩一下。最近的日子虽然有一些蹉跎，然而仍然还是要玩一下。那么，我们就去玩一下吧。看球热了吗？球热马上就要弯道超车了，球热现在要漂移了。球热不但漂移了，它还做了一个横空转体360度。咱走啊，咱们去找瑶瑶哥哥呀！好。这边啊，宝，这边。瑶哥在这边。我要超车！好，又见到了这个小妹妹。呀，这个小妹妹也来了，一起玩吧。姚哥哥，姚哥哥，停一停，不要走太快了。好，这个宝宝是这个妹妹。好，大家一起来吧。行，在这儿，好，准备开始。宝华呀，你看妹妹开始滑了。宝，你也来呀。好，滑的不错呀，就这么滑，来看大家一起滑。好，小组滑了。哥，你要看灯啊，灯走就不能走了，绿灯才能。现在绿灯，快走！回事的，有点害羞，没事儿。来骑一阵，骑一些就不害羞了。然后呢？哎，对，到这边。好，来这边还有一个加油站，里边要买油的小宝宝。然后他的爸比在帮他修车。你爸在哪呢？找你爸的车。看好你的宝马，儿子。儿子，咱们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咱去溜达吧。咱上路吧，儿子。谢，谢谢。你要就知道空了给我了，来，我帮拿吧。好，走，跟瑶。哎，瑶在这站着，你看多快啊！
毛走啊。毛在那边摇摇，那边撒拉力。咋了力啊，这能开多长时间？能开半小时吗？再滑吧，开始滑。儿子，这么走，来跟着爸比。